好，喜欢喷哪个牌子的香水？不分牌子的，我主要看味道。我之前在，我喜欢那种清甜清甜的香水。这款之前是买来送人的，然后这个人呢，就是说连这个帽子也不知道去哪里了，让人非常生气。跟你讲，这个包装是很好看的，它上面是有一个紫色的，上面那个紫色的那个帽子。对，这瓶子很好看，它有没有瓶身？它掉了呀，它那个了，它裂开了。那怎么就裂开了呢？它裂开了呀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保护的很不好啊！就紫上面紫色的那个是很好看的呀。就是、它两个断裂了。你买就是买一个样子。但你忘了它断裂了，就是它两个它完全的一个大裂开，你忘了吗？我没有，那去哪里了吗？就算他有的话，他也那个，他能安回去的吗？我能帮你把它修好。他也那个了。嗯，哪个？这个那个是哪个？他也，但这个味道还是蛮好闻的，是不是？试闻一下，很甜，嗯。很甜，很香，很甜的味道，我就喜欢那种甜甜的。然后我香水，我看一下，我有收到过香水，然后自己有买一些香水，所以我，就是说分享的话，我分享最近我比较喜欢的吧，分享我最近比较喜欢的这个阿萨姆红茶柚子香型的这个。这个香味还蛮特别的，嗯，很好看吧？这个瓶子是祖马龙的，这个很清香，它不甜，这个不算太甜。对，这个真的很好闻。有一些不是我的。然后我之前去维密，本来是给买礼物的时候闻了这个香水，这个是。很那个的味道，很那个，嗯，那还挺好闻的。对，就是有比较浓的那种胭脂味，香港女人，对，就是很女人的味道。这个是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在维密那个黑色瓶子的，你们到时候自己去看看，我有点忘了它叫名字了。对，比较魅惑的味道，就是那个、你闻这个味道。有点是我的，有点拿不住。你们有人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吗？怎么一股话梅味儿？是不是？还可以，是话梅味吗？诱惑香。这个吗？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。不是。檀香水什么玩意？这是我最喜欢的。你闻这个。我一开始很喜欢这个，我很喜欢花香。之前，对，我比较喜欢花香。你闻这个吗？这是我最喜欢的。这个不错，这是我最喜欢的，给大家看看。有一股花露水吧，有一点。对，这个太甜了，但是以前的喜欢的味道了，现在就是比较喜欢这个。然后我就是会看那个样子去买香水的人，给我买过一款，一个礼盒装的，里面有五个小样，很可爱。哦，我的哭泣呢？但这些味道就是说，就也还行吧。哭泣呢？那么多。哦，我的哭泣，给大家看，这是我最最喜欢的，这是我最最喜欢的啊。对对，就是这个牌子的。但这个有人知道是什么味道来着吗？这个味道真是很不错的，我觉得。然后继续再看看这个买了一只小的，因为我就想闻闻。这个就是玫瑰味，但这个还好吧，我觉得这个还好，这个玫瑰味还好。我给大家推荐过，就是这个花了我好
好，我好心痛。我给你闻过这个味道吗？我好心痛，就50毫升，花了好多钱，但是因为我太喜欢了，然后把它买下来了。因为它的玫瑰味真的很不错。那个贵哥跟我说，这个味道可以留3天，还是一周？骗你呢！但是你有闻到吗？就是很纯的玫瑰味。啊，这怎么有点像我喜欢？就是我会不是？我浅浅给你喷一下吧，浅浅给你喷一下吧。好吧，不喜欢。我喜欢，就是荔枝味儿。荔枝，那我就更喜欢了。不喜欢。喜欢。不喜欢。不是无人区，有股塑料烧焦的味道。没有，就是很纯的玫瑰味。这个叫啥？你们可以去闻一下再买，因为这个真的还蛮贵的。我要给你喷这个吗？很纯的提取的玫瑰。我要给你喷这个吗？好吗？啊，你不要给我喷。我要给你喷。你不要给我喷。我想喷。好吧，那你喷吧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要喷太多。怎么一股孜然味儿？是不是？哪有？不是，真的一股孜然味儿，完全不是。无语了，真的。哦，八角，讲错了，是八角，是八角的味道，八角的味道，不是，才不是八角的味道，真的不是，真的这款，你们可以去，是无人区的那个无人区玫瑰的那个牌子里面的一款玫瑰味的香水，瓶子也蛮好看的哈，我也舍不得用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收到的，这个特别甜。等等，马上我讲完香水我就下，好吧？没有，没事。然后刚刚说到荔枝味的这个香水，我跟你们讲是哪一款来着？是这款还是这款？是这款，祖马龙出的这款，是那个。情人节的限定款，一个是嫣红玫瑰香型，一个是玫瑰与木兰香型，有一个就是荔枝的味道，荔枝玫瑰的味道。漂亮吧？荔枝的是哪个？我有点爱了。你是说刚刚他说有荔枝味那个吗？真的有荔枝味？有。没有。祖马龙有一个是荔枝味的，你可以去搜一搜，搜小红书搜一搜，搜一搜，玫瑰荔枝味的我也很爱。哎，要不你闻一下哪个是荔枝味的？别喷，那不喷太多香混在一起，我要晕了。我也觉得，我来闻，好香啊，好甜，是这个吧？啊，这个香，应该是这个吧？是不是粉色的那个是？迪奥的这个我没有怎么喷过，说实话。这个，贵君去那个海南那边的时候给我带的，他说有一种奶奶的味道，你闻闻，是不是？你闻是不是？还行。他说他，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奶味。你啥时候喜欢奶香味？我一直喜欢奶香味啊。你喜欢玫瑰味吗？那种痱子粉的味道很好，很香啊。那你喜欢这个吗？我没闻到，你闻一下，闻不到味道。这个也是奶香味啊。你再喷一点。奶香味很重，好吧，好的。其实我挺喜欢奶香味的。对啊，好吧，确实这还可以。对啊，好吧，谢谢贵君送给我了，一起用。你喜欢这个吗？这个哪个？这个吗？
这个不会是那个山楂味的那个巴乐里的那山楂味吧？不是，你别再喷了，我要晕了。这个是小琴的，这瓶子也好漂亮，确实这个味道也很不错，这个很适合你，真的魅惑你。那我下次再喷，但又有点小甜。嗯，下次喷喷。哦，我要晕了，这个、晕过去。这个，因为我当时很喜欢小雏菊，因为当时就很小女生喜欢这种花花的东西。哎，我发现我爸爸也喷这个。啊、嗯。我在他那个房间里面找到的，是你爸的？啊，那也不是我妈的呀，那是。哦，我还有一瓶这个蓝色的，那个好像是荔枝味的，但是这个荔枝味没有祖马龙的那个荔枝味好闻，我觉得。然后这个是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那个、啊、你送我那个电动牙刷里头附送的，是吗？嗯。这个味道好像也还行。这味道也还行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的。这什么？这是柠檬味，我太喜欢。嗯，有一种厕所清新剂的味道。这个，哎，这个是新品，然后倒是说不能闻。然后他买回来就后悔了。这个祖马龙的梨花香型，喂，就蛮一般的。然后这个是杏桃花与蜂蜜香型，这个也有一点甜甜奶奶的味道。是你的？是我的。嗯，桃子味儿，我当时觉得是桃子味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是有点奶奶的。太多了，闻不过来了。这是什么味道啊？这是吗？怎么没写啊？嗯，这是蜂，这是我妈给我的，那个蜂蜜什么的，鼠尾草吗？虞美人和大麦是那个沐浴露，这个哎，这个，这个粉丝送给我啊、哦，不错，这也是我收到的礼物。这啥？还不错，没有喷过，但是这盒子就是蛮高贵的。这个呢？这个也是我的，这是我买娇兰的东西送你的。好闻吗？你看见没盖子的基本上80%是我的。然后我的好像也没有了，还有一次没有了，好像还有之前就是收到大家的礼物的。哦，还有这个我很喜欢的，我喷过好长一段时间，你们看，就是都有四分之一、三分之一了。你经常喷的？对，我有段时间经常喷啊！我去，梦回230啊！对，我经常很经常喷，很经常喷的一款，这之前对。梦回230啊！我别再喷这个了。怎么了？别喷了！喂，别喷了！嗯。好了，大概就这些吧，也没有特别的多，因为是我和小琴两个一起的，就是有点太重了。嗯，因为也已经1点了，我明天再继续说吧。嗯，好甜哦，我是说那个香水。晚安，好梦，那明天见。喜欢喷哪个牌子，就是没有牌子我会经常去闻到合适，我又比较喜欢花香，闻到合适的我就很想买，但是也会看自己的就是金钱条件，但是有时候也会不看直接买，因为太喜欢了情况下。拜拜。